但面无表情站在森林里，手上拿着红色大灯笼，上头大大写着喜字。不过两人头上戴的却是七爷八爷的帽子，不止融合阴间元素，接下来更大胆。新人手持宫庙镇头的扇子，前方再放上一个稻草人，挑战传统禁忌没有极限。因为以前是有看过，就是有七爷八爷摆正，然后就是新郎新娘在中间这样子。但是因为跟太太讨论，就是说，就是希望是留给不一样的东西。29岁徐姓新郎官家里从事殡葬业，百无禁忌；而32岁新娘蔡小姐家里则是开公庙，有练过八家将。两人想出奇招，目前还有了1岁大的女儿。但徐姓男子挑战超狂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先前就与第一任妻子就曾拍过鬼月风婚纱。同样是西京路线，但作风更大胆。两人选在公墓纳古塔前画上七孔流血以及僵尸妆，撒下冥纸入境，成功营造一股阴森感。不过两人婚姻只维持3个多月，被问到是不是婚纱触眉头，男子淡定表示并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是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就是两个人自己相处上的问题啊，绝对影响。往生以后，他还要受刑受苦，所以他为悲，悲哀的悲。啊，喜跟悲加在一起的话，哦，是没有那个理气的。日前才有民众怒控婚纱公司拍出鬼月风婚纱，法院判赔7000块。现在却有民众反其道而行，挑战传统禁忌。记者陈胜伟、陈广瑞、徐佑翔专话场报道。